先师孔子，人类圣哲，大成智慧，则披中外。他是中华文明集大成者，他的智慧之光穿越千年时空，照亮人类文明的殿堂。慎终追远，礼敬先师，四海同济，万民共襄。纪念孔子诞辰2575年，2024全球云际孔，人礼天下，和和大同。我们今天的云际孔活动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文庙，一同探访海外国家的祭孔活动，感受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那首先我们要连线的是韩国演播室。人礼天下，和和大同。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2024全球云际孔网络直播活动在韩国首尔的演播室，我是韩国孔子文化中心负责人朴红英。今天我们将通过镜头一起走进济州乡校，领略韩国乡校祭孔的现场。现在这里是济州乡校祭启圣祠。启圣祠的这个作用是供奉着武圣，这里孔子为主的武圣的父亲们的这个牌位供奉的，所以在乡校里面也组成每正月初一、十五还有这个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的时候呢，都是首先到这个启圣祠这边先做这个大礼。当然这边是比较简单，食物啊什么都非常稍微简易一些。现在是到了这个大成殿，开始2075祭孔活动的这个现场。现在是济州乡校里面呢，这种组织是以男性主导会和女性主导会两部分组成。女性主导会也是主要配合这些大型活动的时候的一些这个陪衬的作用。现在是试殿里的这开始，首先有初献官、雅献官、中献官，他们到这个大成殿里面摆放的食物都检查一遍。今天的这个初献官是柑橘农业协会的会长宋昌九，雅献官是济州乡校伦理副委员长姜奎镇，还有中献官是武学大学校友会会长许一善。第三位主祭祀官今天的这个2075秋季祭孔事件的主祭祀官，献给孔子敬献礼。在韩国给圣人们这个祭祀磕头式，他们是拜四拜。这是左献礼，也就是敬酒左献礼。济州乡校呢是位于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西门路43的位置，它始建于1392年，现在的这个位置是1827年迁至现在的位置。乡校内有大成殿、启圣祠、明龙堂等建筑物，本来还有过东屋、西屋，还有东斋、西斋，现在这些是没有了。那这个大成殿里面是供奉的是孔子为主的这个晏子、曾子、子思、孟子五位圣人的和孔门使者，还有宋朝六贤，还有这个韩国18贤贤的牌位。启圣祠是1854年建的，那供奉着五位圣人的父亲的牌位。刚才一开始是先来启圣祠做的这个试殿。在朝鲜时期，就是100多年前的话，基本上是女性是不参与这种
政府缺的这种活动的。最近在韩国也是不断地加强教育当中，女性也积极的参与，所以就有这个女性舞蹈会，有女性的参与更加活跃，就有文化的传播上做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是给十八先贤们的献礼。现在是最后这个一个环节，就引夫礼，也就是押出献官，一杯酒喝，尝点食物，这是最后的这个引夫礼。引夫礼完了以后呢，最后的一个环节是忘疗礼，也就是说，今天整个祭祀活动的祭祀文。用焚香的方式给烧掉。这个忘疗礼就是刚才念的这些祖祭祀文都给烧掉。这个环节结束以后，他们就基本上这次活动就基本结束。观众朋友们，今天是通过我们的镜头跨越千山万水，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得以一窥韩国祭孔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份对人礼天下和和大同的理念的深切敬仰与传承。韩国演播室的直播就到这里，让我们携手共进，在人礼天下和和大同的理念指引下，共创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